少儿知天下，天天八分钟，少儿知天下。乘坐熊猫天天森林大巴车，我们出发啦！本节目由人本智慧凤凰 FM 出品，环球网审核监制。十大语文差错：英国店内行窃，穿上校服变小面包，跳熊舞迎新年。夏洛克·福尔摩斯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。前方到站生活馆。最近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，来看看这些字词你了解多少。一、多巴胺的胺误读为安。2023年色彩鲜艳的多巴胺穿搭成了时尚潮流，多巴胺的胺经常被误读为安，其实正确的读音是安。二、卡脖子的卡误读为卡，卡脖子的卡常被误读为卡，正确读音是卡，这里的卡是动作，指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。三、账号误读为账号，许多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都将备长账误读为金长账。四、蹿红误为窜红，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窜红，其实应作蹿红。蹿读蹿，指快速向上或向前跳跃，如身子向上一蹿。五、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，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应称下军令而非下军令状。六、误让岳飞自称彭举，电影《满江红》中岳飞亲笔留下遗言，开头是彭举绝笔以明心计，实际上岳飞是不可能自称彭举的，彭举是岳飞的表字。七、误称白居易修建白堤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赞颂过白堤的风光，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白堤，白堤并非白居易修建，而是因白居易得名。八、宇宙飞船误为航天飞机。2023年10月26号，神舟17号载人飞船成功上天，有媒体将神舟17号称为航天飞机。其实，神舟17号不是航天飞机，而是宇宙飞船。九、误称支原体为病毒，支原体既不是病毒，也不是病菌，而是微生物的一种。十、误把土耳其当成阿拉伯国家，土耳其绝大多数国民是土耳其人，以土耳其语为通用语，土耳其不属于阿拉伯国家。前方到站商业街。最近有数据显示，2023年英国商店盗窃案数量已达历史最高水平，被盗的普遍是较高价值的食品，如肉类、奶酪和糖果等。一些此前从未遇到过如此规模盗窃的商店，如今惊讶地发现，小偷在几秒钟内就清空了整个货架。据英国零售商协会估计，2023年零售盗窃案使该行业损失高达10亿英镑。该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·古德克称，生活成本大幅增长，迫使人们考虑通过黑市购买他们所需的食品。食品被盗的背后是人们经济压力过大，经济的变化导致人们的行为习惯发生变化。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经济的知识吗？在少儿知天下周日特别节目中，我们将以少儿经济学为主题，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故事帮你发现经济的魅力，或许你将学会供需、市场、货币、人力等经济知识，来掌握社会运行的规律，分析实际问题呀。前方到站成长天地。最近穿上校服变法式小面包的话题点燃舆论场，某视频平台上一名学生发布了一段视频，讲述了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将校服穿在外面的规定，这一规定导致学生纷纷变成米其林轮胎人，胳膊如同企鹅般无法自由活动。对此网友哭笑不得，也有人表示质疑，这校服非穿不可吗？以校服体现统一着装，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，但四季有轮回，冷热在交替，校服不大可能紧随季节变化而频繁更换，没有适合学生冬季保暖需求的校服，却硬性要求校服必须套在厚实的棉衣外面，显然违背常理。
好在北京、福建、深圳等多地教育行政部门近日发出通知，提醒做好学生防寒保暖工作，明确提出不得强制要求学生统一穿校服，并合理安排在校户外活动时间，运动后提醒学生及时穿衣保暖等。同学们，你们那里会强制冬季穿校服吗？前方到站地球村。同学们，新年已经来到，你们当地有哪些迎接新年的仪式呢？就在前不久，罗马尼亚北部小镇科莫内什地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熊舞节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。熊舞是当地迎接新年的传统仪式，每年圣诞节前后，表演者们会披上熊衣，成群结队的在村庄和城镇中唱歌跳舞。要想穿上重达50公斤的熊衣可不容易，一套熊衣的售价最高约为2000欧元。表演者使用的熊衣一般会几代人沿用。罗马尼亚是欧洲棕熊数量最多的国家，目前约有6000只。为防止过度捕猎，该国2016年起就禁止偷猎棕熊。历史上的今天。夏洛克·福尔摩斯是一个由英国侦探小说家亚瑟·柯南·道尔所塑造的才华横溢的虚构侦探。1854年1月6号是福尔摩斯诞生的日子哦。福尔摩斯称自己是一名咨询侦探，也就是说，其他人遇到困难时会常常向他求救，福尔摩斯经常能够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很多疑难问题。他头脑冷静，观察力敏锐，推理能力突出，善于通过观察和司法科学来解决问题哦。一旦接到案子，他立刻会变成一匹追逐猎物的猎犬，开始锁定目标，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，层层过滤，直到最后真相大白。柯南·道尔一共写了4篇长篇、56篇短篇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，故事的发生年代大约集中在1875至1907年。你知道福尔摩斯的故事吗？你最崇拜他哪一点呢？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，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儿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。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，可以关注公众号熊猫天天 AI 故事进行留言，我们会回复你哦。我们明天再见呀。